李小龙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功夫大师，也是我们中国功夫电影界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。我们永远怀念你，功夫 Master 吴石力。李小龙大明星，龙江武斗就很多人，他拿两个棍子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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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最后一个，啊，最后一个人啪一下一打我，砰，他一打，他整个棍子打到我这边了，我这个地方整个就肿起来了。他丢掉棍子走过来抱着我 I'm sorry I said OK I'm OK 他整天看到我还有一个镜头他抓住我，他我就这样他很够喜欢跟我打，他每一场戏打他就找我，因为他觉得我的 timing 很好，我们就是哎他我的反应很好，有些不会说后来他就介绍给世界看，他将来就是成龙。